一项好的房地产投资应该具备哪些因素呢？当然是回酬高、地点好，而且不需要我操心的那种啦。投资房地产就像经营一门生意，想要取得成功，关键在于抓住机会，成为业务的合作伙伴，共同经营。诚意推荐您 US Court Hotel 旗下 Oakwood 经营的永久产权世界级高级公寓，购买了就等于坐拥一家四星级酒店，这是一个屡获殊荣的世界级品牌，拥有超过50年的管理经验，在全球管理超过900家业务，实力雄厚，信誉卓越，品质保证，让你的投资高枕无忧。 Keyside JBCC 酒店式经营的高级公寓简直就是标志性的典范，它荣获亚洲房产最佳设计，外部有360度 LED 屏幕环绕，是城中最耀眼的高级公寓。想象能够入住这样的高级公寓是多么高尚和有品味的体验。 Keyside JBCC 酒店式经营的高级公寓内部更有全景落地窗和楼中楼的设计，营造通透明亮的居住环境，还可以欣赏新加坡和新山的壮丽景色，体现了内外兼备的建筑美学。此外 ，Keyside JBCC 还提供无边悬挂式泳池和高级空中酒吧等豪华设施，绝对是打卡圣地。当然也少不了完善的保安系统、健身房、桑拿等设施，一应俱全。这种好料很难不吸引众多游客入住，包您赚得盆满钵满。Keyside JBCC 酒店式经营的高级公寓，绝对是游客租户们的首选。坐落于柔佛的金融中心。附近还有充满南洋风情的陈旭年街，只需步行8分钟就能到达 City Square 广场，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JBCIQ， 使穿梭新加坡与新山之间提供了便利。然后到 Bukit Chagar RTS 捷运站，只需步行12分钟，而开车10分钟即可到达新楼长堤，往返两地非常方便。而美食街只需步行5分钟便可抵达，选项应有尽有。有阿福街金龙阿仔咖喱鱼头，连苏丹也光顾过的华美咖啡室，咸鱼面包西国厂的古早糕点等等。除此之外，当地每年还有古庙游神活动，增添了独特的魅力。我们的特派服务专员随时陪伴您一起了解更多，协助您轻松成为业主。在这先预祝您成为我们全球顶级酒店集团服务式公寓的老板老板娘，让我们的世界级专业团队为您赚取丰厚的回报，期待与您见面。